神秘黑盒子藏着什么宝物? The ball everyone is talking about and looking for, it is the actual 50th home run baseball hit by Shohei Ohtani. 这颗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垒打球引发球迷疯狂抢夺，道奇球星大谷翔平生涯第50轰，被美国拍卖网站上架竞标，时隔一个月以台币1.15亿元天价成交，加上手续费，总价高达台币1.41亿元，创下史上最贵全垒打球纪录。但幸运买家是谁，官方并没有透露。Maybe the biggest authentication you've ever seen. 根据外媒报道，MLB棒球拍卖价前最高纪录保持人是1998年红雀球星 Mark McGuire， 他的70轰纪念球成交价约台币9600万元。 大谷第50轰远超这项纪录，不仅纪念价值高，还有 MLB 认证，多家日本公司都有意竞标这颗球，无奈价格超出预算，只好忍痛放弃。不过还有其他球迷声称拥有这颗球的所有权正在打诉讼，尽管拍卖成交，但这笔钱必须先存入当地法院认定的账户，直到诉讼结果出炉。 大谷人气水涨船高，周末又将迎来世界大赛，周边商品销量直线飙升。 I've been looking for the 50-50 shirt for a while, and I've been to the stadium I think like 3 times. 普通の平日よりもやっぱ2倍3倍ぐらいは業績としては売れたかなっていう感じですね。 炙手可热的当然还有世界大赛门票，连站票转卖价都要价台币50000元，快200万元的海景第一排仍被抢购一空。大谷的魅力考验粉丝荷包深度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